小鸡又要再种。高兴，下雨了，刮风了，下雨了。刚看那边的天，好黑呀、啊。啊！好大的风！热闹，热的一会儿，这个高兴喝不喝？这个不辣的，喝不喝？嗯，不喝。高兴，揍他，咬的，咬的，咬他。那咋？你坐这儿。你坐爸爸身上了，这么干，这么干 ，OK 吧？来，对。为啥屋里停车了？啊，你刚才来哭弄管理，不用弄管理，有人来上班还能管理？哎呀，你那些啥子怪些嘞？文字完了，就完了嘛？到那屋里不？喝一口龙井，这盖碗茶不能盖碗不能白买。汤色不错。来来来。去买菜。叫大大。大大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高兴，给我吃一口。大大来给我。嗯，谢谢谢谢。真乖。小鸡，我们去买菜，需要买什么菜吗？上面有苦瓜。嗯，土豆、西红柿啊什么的，我们去买。买点西红柿，买西红柿是吧？可能西红柿少了。好的。买吃的。嗯，买点西红柿，走。然后买芒果吗？芒果。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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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芒果。嗯，芒果。买完了。给他们买点芒果、西红柿。闷啊，又要下雨。不停电，买两个应急的灯。断电以后可以亮5个小时，据他说是5个小时。买两个吧，这两个1000纽币，多少？一个600，一个400，这就50人民币也行啊。你就在你这轮胎上撒尿。走。灯泡我得拿呢。高兴。Lucky， 回来，回来，你干不过他。吃饭了，吃饭了。你是还高飞的干嘛？又是我爱吃的花菜，花菜、土豆，我爱吃的都有。这个是也好弄的呀，这很干净啊，这个很干净。就
होइन यो त छि हो 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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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यो भित्र छ के यो啊被蚊子咬了还挺好吃太甜就是那个牛肉啥米可能是那个高压锅里面把那个辣椒的那个辣味给压出来了有点辣下饭多少钱呢50-8080美金都买不住哎就这么几个论根买的哎也不少也不少了弄三天的放在五谷鸡这有的是干净的我们说了啊干净的这个多切一斤没有我们的一斤这个是一斤250250那么、这个、那么多这个是这里一起的这个是这下面小心告诉你挺干净的挺干净的这个在中部300这个这里有好多了今天可以做好明天了吧都弄干净了卤好了泡一晚上这点一共630人民币一大盆便宜啊是五谷的还是弄点五谷的弄剩下就卤了嘛就是这弄四个干鸡爪就卤了就行了没肉的剩下有肉的弄成五谷的不是买过那个茄子对我买了包鸡爪的茄子你们做的是什么肉肉牛肉牛肉为什么不准鸡肉因为我都忘记了没买鸡肉什么鸡肉哦你能好我什么时候能吃什么饿的你现在你饭都顾不上吃先搞鸡肉先给烧鸡做两个让他做饭自己做掉了你洗干净洗啊我没看见你肯定放这不泡水里面啊洗直接你地这不是脱了吗地是干净的啊我说你地脱了就是干地是干净的啊地是干净的啊那你多吧我们就吃了啊